三。大家好，我叫陈欣然，一个小朋友的幸福天堂迪士尼乐园，看到不一样的世界，也看到真正的乐园。每个工作人员的大哥哥大姐姐都会在出发的时候开心地跟我们挥手，在游戏结束的时候笑着跟我们说阿里阿多。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，但从亲切的举动我就能感受到，希望我能玩得安全，玩得开心。万米奇、米妮，许多只能在电视卡通看到的人物，在这里还能近距离的接触。迪士尼的这两天，这个快乐的乐园让我收集美好的回忆。谢谢大家。